小明，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房子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我要去城里打工。哎，别，打工也要吃完饭再躲。来来来，那小郭先给你做饭。啊？哎，小明你，啊？亲爱的嫂子，我走了，我要进城打工了，给你留着点吃的，你拿去吃吧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现在回家拿龙虾，应该还能赶得上。 哎，嫂子，来，小明，拿去，在路上吃，在外面好好的。嫂子再见。哎。